两个人带两个，这一卡是空的，空的干什么？买东西回来。我已经要开始有分离焦虑了。我第一次出国没有带女儿，我好紧张。很有爱的爸爸还特地去帮他搬了三碗泡面，希望我们不在的这五天他能一切安好。要跟我们一起去吗？干嘛撞他啦？It's written on my heart and in my soul. You're the one good thing. And I don't think I've ever been so low. Cause losing you was worse than losing hope. And baby, I could never let you go. You're the one good thing I know.人好像没有那么多哎，不知道是晚上的关系。现在6:15，享受出国的气氛一下。那个，这唾弃他，他出去两三次了。你倒下来，把口罩借我对一下。好。哎，我们要快速通关就好了。这是行动银行的概念。对呀，行动多好。行动银行。展览可以搞到底台湾，搞到外国。好久没来逛机场的免税店了。都快忘了它长什么样子，觉得怎么没有那么多人哦？一天比较少的嘛，还是第二下关系。而且我们居然快速通关也都不用排队，超快。My mother, you be okay. Hello, welcome. Please go this way. 啊，上机了，上机了。50、51、52，包机。对，耶、yeah. ！包机有没有？今天因为没有空调，所以我们是用接驳公车的，所以我觉得今天应该会登机要登很久。对，可能要登很久了。宵夜时间，牛肉饭，海鲜意大利面，好加，啊，复杂，贵的。终于到了曼谷了，这边没有下雨，比台湾晚一个小时，所以大概是12点，终于出海关了。台湾时间是1:51，看一下，噔噔。我们这一团20人，整个海关总共好像有3人，完全客满，三更半夜的时间，居然一堆人在办理入境，准备上游览车去饭店了。我们这个时间点来，等一下进饭店洗完澡就直接要睡觉了，可能剩没几个小时，准备第一天的行程了。还好我们2天是住同一间饭店，否则可能都不用睡，直接打包。会不会很累？不会，出来玩都不会累。回去那一天呢？累。先给灯哦，对，房间到了，还不错哎，还蛮大间的啊。对啊，我们终于到了泰国了，终于到了，有点小累。大房间放完行李之后，我们就立刻要到 Seven 去觅食，看看有什么新鲜好吃的当宵夜。走，现在时间2点了，这个街上有像快2点的样子吗？像什么样？鱿鱼圈，洋芋片，
看起来像大肠。对啊，怎样买一个？好，仅此一地，你还不买？就它了。你买没有？好喝一下泰国双向啤酒。我不知道好不好喝。泰国的第二天，昨天晚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睡觉的。七点，我们要先去吃早餐，走。早餐刚刚没卖哈。对啊。暖红色的早餐，豆子，马铃薯，铜锣烧，蛋煎吐司，要翁不蛋煎跟他讲。那煎蛋蛮漂亮。对啊，好、這個、一个。水果区。应该是吃粥的那个小菜，是蛮特别的，烤香蕉啊，嗯，是香蕉，巴拉拉，很像我们那种山椒有没有？地瓜，是真地瓜，对，真地瓜，好、啊、是这个，有面牛的锅要点，你要这个，对，妈一看到就说要吃这个，你等一下，米粉，蛮特别的，试看看，面包区，果汁。甜点区，一个橱柜的生菜沙拉区，很厉害吗？哇，很新鲜的。对啊，牛奶配这些那个谷类麦片那些啊。丰盛的早餐，好吃吗？太有新鲜，然后再拿了两颗我喜欢的太阳蛋，然后你的面看起来很厉害。对啊，我的面看起来很厉害吗？欧姆蛋，早餐看起来蛮丰富的哦。对，所以才能用生命起来吃。我们昨天睡觉时间是三点，早上六点起床，就为了吃早餐拼了。拼了。今天第一天，出发探险去饭店附近逛逛走走。这就是我们第一天入住的饭店。我现在呢，出发去探险，然后这边是他们的捷运站嘞。这个饭店其实很方便，如果要自助的话，它捷运站就在旁边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一个像神庙附近。昨天晚上刚到饭店的时候，我们有出去走了一下。天哪，那个热闹的有点夸张哎。现在来到了一个不知道怎么过马路的十字路口，车子超多的，可以过了。对面的像神庙。哎呦。这边的好像也都不用戴安全帽，是要两段式过马路的。来，我们就是要去这里泰天神殿，这边晚上超级热闹的，然后在地人都是不管好事，勇往直前。毕竟我们是国外来的，比较贪生怕死，所以我还是遵守好事。贪生怕死的这样。对，我们来到昨天晚上来的这个大街，然后我发现，它好像只有晚上才热闹，你看白天就很多店家就都没有开了。有罗宾达，我们昨天本来要找飞的，居然找不到，他就在对面而已。泰国的酒精性饮料是白天十一点到两点，然后晚上是五点到十二点。昨天晚上我们突然忘记这件事情，去买酒，店员就不卖我们。家独家周末市场。现在来到泰国最大的假日市集，只有礼拜六跟礼拜天才有哦。说这个市集大概逛三个小时逛不完，那我们这次外围一圈就好了，外围一圈大概也要一个小时。开始逛街吧，一次买十几件就好了，不用买太多。我们现在在寻宝探险中，这个事情超大的，能两三个小时逛得完。最近没有出现啊，猫，猫哎，疾病，疾病退散了。它那个很多都是猫啊，那个好可爱哦，那件很可爱啊。这件好像可爱，这个。对，去过吗？去过吗？好，椰子鸭姨。喝椰子水，不然热死了。来泰国呢，一定要喝一杯现果椰子水，然后里面这个白白的呢，是他把果肉刮进去，很特别吧？是他的椰子水，只有这样，然后加了满满的冰块。对，但这么热，我还是让他加了，来一口，沉浸式的享受。哦，好心凉。现在无爱饮椰子汁，阿要叫红灰。你别连隔壁还说做伙买好伊。是啥？他扣。小章鱼啦。给试吃者，试吃者。好吃。应该是某种酱。你看，不错。好吃啊，听说是最有名的冰沙，听说这个是这里最有名，有椰子冰淇淋，然后他还会送一杯椰子汁。这冰淇淋很特别，然后旁边这个绿色好像是米耶。试吃员，我们要吃看看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，甜的吗？没有，没有甜哦。好，那吃一下冰淇淋。那白白的是什么？你挑的，那是什么？如何？安内咱们讲好讲。好，我们今天试吃特派员。可以，可以给过。我终于进来这个有冷气的室内了。现在来泰国。哦，真的很热，但这边的东西真的很多哎。这面看起来就很好吃，料很多哎。汤不要喝，很甜。我真的没有在喝汤啊。我辣辣的可以吗？我说可以啊。
所以就让你更大一点。太夸张了，这边点菜反正你就看不懂，就看图点菜，看图然后跟他说几号，记得要先去储值这个卡，储值完然后就拿这个卡去买东西，他们没有收现金，一张300块的额度，那用不完没有关系，再拿去扣完给他们就可以。每次接他们都用卡。要现金哦。水饺是啊，怎样？刚炸起来的。炸饺。炸饺，味道很不错呢。是哦。嗯，味道可以哦。七十几吧。让他结婚，让他结婚。反正这卡收下去，我也不知道要多少钱。59。79，70。托付的心情，讲一下。很轻松啊。哎，你衣服已经干了，哎，湿了又干。干的又湿。干的又湿，哎，看一下这个鲜肉的身材，哦，这个体格很可以哦。狗公腰啊。我们这一站要来郑王庙，听说等一下要坐小船过去。准备上岸哦，真的只有3-5分钟了。对，准备下船哦。下了船就往前走。来说一下，这什么感觉？哦，很热，果然是泰国。我的妈呀，我回去应该黑一个色阶了。好，我们来到这个地点叫做郑王寺，它的建筑是不是非常的雄伟？看一下，很漂亮。对。然后我们刚刚怎么过来的呢？我们是坐船过来的，坐船过来到这里大概才5分钟，然后他们船票真的超级便宜的，才5块钱。恁来这里避暑哎。看一下雄伟壮观的寺庙，真的很有热，讲一下感想。新加坡的用语，西北乱。来这边的穿这个传统服饰在拍照，我本来也打算要去租啦，可是吼实在热到我只好放弃了。如果我穿，我的男主一定也是要穿的，对不对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这样子啊，穿下去万一这边把我留住怎么办？留住是变态吗？太帅，固定 model 我是有点困扰。好，到这里就好了，我只想卡掉，谢谢。好了。虽然很热，好歹我们也绕了一圈郑王寺，成功解锁。所以我们左边绕一圈，这样又你好运。对，这个地方如果人很少的话，哈，来这边拍照真的不错。来，准备坐嘟嘟车喽，要绕皇宫一圈。坐嘟嘟车喽，感觉很猛嘞，成功的快感。嘟嘟车飙车中。皇宫。这种天气现在没有太阳来坐最舒服。对，哦，只有现在觉得比较舒服。哦，好凉，好凉，好凉。转弯了，要转弯了。哦，要转弯了。我的天哪，哦，好可怕！玩命关头。对啊。娱乐去心理掏钱，再多50块干掉他们。我家艺术的感觉。我家艺术的感觉。干掉，干掉，干掉你们呐！干掉，干掉，干掉。干掉哦，我们第一名，我们这个司机太厉害了，第一名。然后我们又被干掉了，干掉了，我们让他们了，对不对？帮他拍张照啊！叫你欣赏皇宫，你们在玩命关头，很好，非常好。还在那边谁干掉谁？还在那边谁干掉谁？请问你们看的什么？皇宫有最后看到皇宫的、啊、真的有认真看啊，漂亮啦！哎，这样坐嘟嘟车蛮好玩的，难怪人家说来曼谷要坐嘟嘟车体验一次。对对对，我们坐的这台旁边都没有包呢。我们这是第一名的啊，王牌的车是不需要包的，是这样吗、喔？对。直接来了啊！阿德在这边啊！哦，阿德在那边、哦。回来了。哦，可以拍照呀！拍照。好，6个。OK。对对，爱配。一个小小的市集，在那边逛逛一逛，大概5点半左右要到餐厅吃饭。然后这个市集看起来像一个文创市集的感觉。对啊，感觉还不错啦，丰盛的一餐哦。本来给你们订外面的。真的吗？是哦，可以看到 view。不要，我没有冷气的。对，吹冷气比较重要。对，无冷气吃袂落。哎，前友，你要啉一杯无？来等。哎，倒一杯给他。太乖了吧？太乖了呀！哎，人家要形象，你哪安尼哈？现在看起来不错。对啊。
觉得它那个空心菜很好吃，看起来就很好吃啊。虾子，这个上菜速度我喜欢，满满的一桌菜，看着就很高兴。对啊，这个菜也太多了吧。这很酥哎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咬去烤看，感觉很厉害，就是看起来很普通，可是好吃，嗯，真的不错，这餐很好，看起来就觉得很好。啊，你们不用走。居然下雨了，灰大了，上夜市甭逛了，我看。哎，对啊，我们饭店旁边夜市怎么办？也没办法逛了，昨天就没逛，昨天也没那个生命可以逛，来了三更半夜才逛，三点。好的，我们又再次回到了亚洲夜市，它的四年多没来了，还是很漂亮哦。今天是谁啊？夜市哦，还真的是蛮漂亮的。今天终于来逛饭店前面的夜市，随意的游走他们的街道上面。泰国就是要吃榴莲，然后其实我也不会选，然后来看看泰国榴莲跟台湾榴莲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其实一样是软的，没有很 Q 啊。没有买到金枕头，你买到铜枕头。对，或是银枕头。对，买银枕头。那也还不错啦，甜的。看你消灭榴莲的样子，顺利完食，只是有一点软。哎，我没有买到金枕头。没买到金枕头，买到重的啦，无买到金的啦。客厅30，啊，这个。